时间是，哎，快五点了。走错车站了。怎么往下？那你有地铁的图？走错车站了，开始进剧情了。这样这样。现在日光站，东五日光站，就往前一点点，是往上吧？我怎么觉得是往这边？现在 D， 他肯定是这样，就是你这个图肯定是顺着你的，不是像吗？是啊，往哪走？往下是不是？是往下吗？不是，问一下喽。哎，就隔壁啊，就隔壁啊。哎，这日光在施工吗？就这里，就这里，就这里啊，就是这个。哦，我们就从这儿来的，我们上午从那儿走的。要有中文啊！可以，我就看不出这些。小发脾气，心情不好。香港哦，愿爱抚就是他的丈夫国中的儿子。你看那个神墙，我们今天那个神墙不是，就是光秃秃的吗？是我们家里春夏的时候郁郁葱葱的样子。哦。你看今天那个梅也是很特别的，是吧？对。那个让周围的雪。然后虹桥玉石那个，其实都看了这地方。是啊，都看了。它这个石头地方面没有太多的景点。德川家康。嗯。他们都是喊那个德川家康宫。
就瞎了设计一家，然后坐享于无人之力，然后并且把赵本山都改，就是改了，然后丰臣秀吉的后裔呢就移居到地下，成立了一个大阪地下国。我不知道人物名字有没有搞混啊，因为四个字的人记不住了。然后咱整个大阪民众都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大家就允许那个地下国存在，就默默的不说，就大家都知道了秘密。然后整个大阪民众都很恨德川家，到他的后人默默的生活，然后守护秀吉的一些后人存在，是一个小说，一个名创剧，一个虚构的名创剧，是小说，也被拍成了电影。这个是哪来的广域交友圈的中文？你看，他就说你坐这个广域交友圈去旅行，就可以去到从东京站你出发，就可以去到很多地方。你看，可以到伊豆。我想我们就去这里泡那个滑雪，然后去北海道。我想是这样。去阳泽。但是三天其实是够的。又回来，我们就今天是来的这里啊。我们就不滑雪了是吧？滑雪啊，去北海道啊。北海道都可以。哦，还有滑雪这个项目。对，安排的很丰富的。所以其实他们说，就是用这个距离，从这里到日海其实很近的，但不行，因为觉得要绕一下。日海有什么呀？就是这也是泡温泉，热海平地东，但是海边嘛。哦。所以我们有一天是准备去这里的。但是现在它没有直接打通，要绕一下就远了。嗯。嗯哦，它还可以到伊豆及夏田。这样看真的有点远。它就是为了鼓励游客来玩，然后鼓励游客在周边就是有更多的项目可以选择，就推着这个广域三日游的券嘛。嗯。就是老托讲的，就他已经把交通都给你规划好了，你只需要选择住哪里和去哪就行。这个相当于在日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旅行方式。对，那一定是这样子的呀。京东广域周游。那一定是这样子的呀。那打比方说，有些人来不了十天，他可能来个四五天，那他东京待两天，然后。他东京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个券的了，就是说你只是跑得远一点就划算一点。他这个不是说只卖外国人用，只卖给外国人，只卖给外国人。你要用护照去买，嗯，其实就直接在关西机场，然后下来就买 Western 3D Pass， 就是西日本的三日券，就近畿地区也相当于是个广域，然后也是三日，跟那个我觉得有点像。但是近畿地区的券更多，就是去奈良有奈良券，去京都可能就大阪有大阪的券，复杂。然后像鹿江高原，啊，就是刚刚那个，但是它下雪了。哦，就往上这个地方。岩滑瀑布。木匠高原。然后呢？这里是 Salting Home， 我们在分享世界，连接世界，期待你的加入。